来说故事第一集免不了不小心遇到，就像我们之间见面的那一段是有点老套，男女主角从不来电直到被电到，编剧写到不睡觉，接着你我会演到热恋或退烧，想来想去都猜不到，一切太妙妙妙，缘分的圈套套套套把我们套牢，如果不拥抱怕观众无聊，是时候吻我让收视飙高，要要要使出我绝招，招招招新鲜的法宝，每一个桥段要观众叫好，幸福的预兆下周会揭晓，一般来说甜蜜别甜蜜的太腻，要设计出绕，就像我们之间加入了男二号，不然会太无聊，有过争吵我才知道眼泪的美妙，剧本写得非常好，试过欢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，是。